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我这部片呢，就是来初见这个普奇神父哦。那我带的是徐伦舰队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关卡大概长什么样子。哦，他给弱点效果，这样嘞。哦，感觉直欧跟友情都不错哎。不过我现在是用徐伦啦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友情会不会太痛。这边应该就先这样撞吧。哦，我感觉很多角色都能打哎、欸，感觉很多角色都能打哎、欸，这边就简单这样。哦，我其实这个超救级的难度浮动是蛮大的，目前打下来我觉得还好。哦，我要被锁友情了。哦，被锁被动，讲错，被锁被动。这边应该就这样吧。哦，其实好痛哦，哇，很痛，蛮痛的，这刮一下蛮痛的。我不得不说，啾啾这个做的真的是很用心啊！OK，那我们这边就用友情慢慢打吧，应该 SS 存得起来，SS 存得回来，而且它是给混乱的，混乱的话那个尼奥还能多少挡一下？哇，那感觉尼奥可以暴打哎，就很多角色都能打，木刀啊、水刀啊、暗刀啊，好多好多好多异常状态哦，好多异常状态。这边我们先去解掉这个混乱。OK，那我们等下就来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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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那这是来送的，这个就来送的。普奇的能力其实也不错，普奇神父的能力其实也不错，蛮鼓励大家推到集运的。这样拉吧。好，我们当然来欧拉了，我们要来欧拉啦，要来欧拉啦，Go！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OK。哦。结束了，哦，那整体来说，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超救急，那就是应该会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来打这个普吉神佛，那就祝各位打得愉快，那叠得顺利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